稀罕的花絮，别把我磕死。找命门那段是要摸到妖眼，我也不知道妖眼在哪儿，说了句年下不叫姐，心思有点野。赵露思还把吴磊的手带过去找魏姐，就这样你带我手过去。37度的天，两人抱着对戏，吴磊还拿小风扇给赵露思吹一吹。最重要的是，轮到赵露思摸吴磊命门的时候，半天没摸对，吴磊就拿着他的手摸自己的腰。两个人的脸都快红成猴屁股了，而且吴磊手归位时还帮赵露思把衣服带了带。谁来救救我啊！我真的要被小情侣舔死。